那种的，一种统一食粮，弄那个东西给人家榨干，到南京的，一种统一呢，食粮弄那个指望那几天，个有榨干了可以走路不跟看多呢，食粮难多呀，你莫得呀我，割菜刀你莫得好烤啊，那几种一个啥切好烤了呀。好的，进得搞那种搞啊，进得呢，这手里要弄哪呢？搞的漏到了，要哪呢？这刚干的没哪呢？这刚干的钱多呢？手里可以摸那小刀呢呀？这里哪呀？但是那个也没叫可能吃一次呢。这里哪呀？刚刚长得好哪呢？刚刚长得好哪？这个比这个马路不挨呢？吃呀？个木器里哪是？但这个你看的路路熟了呢？你老师就白了呀，真的是白，这说明这天这个气多的呢，这是很感动么事。但是那白了呢，但是那过有了钱的路的那呀。这人了呀，这知道不了大家，这还气着呀？你那呀，彼此的也可以摸了跟太难吃呀。你那呀，这里的一个经验和这几个人切到呢，这里那呀，路不对，那你过摩天。你要到别些到那个摩天的时候呢，那路就到那，为的好点。那个摩到路到别些到去呢，有天热天，个天到路到呢，就是个门家路那呢，个路的路那了，古路到路到别些到那古是热，就是个路的路那那古就是热。古木路道树林木叶老师，古住黑老林老师，这点好对古他知道子知道错了，然后就补着古贴，我尝到了。